套袋了，今天是第四天，也就是说第四次套袋，每次套袋将近20个左右，啊，现在看起来应该整个套袋呢，已经达到80左右，那原则上，现在就是等它再大一点呢，再接着陆陆续续的，把它套袋，总之呢，套到差不多，100颗左右吧。就应该要告一个段落咯。这是冬瓜的母花啊，终于开花了。那我们就观察一下，自然授粉的状态，它是不是能够存活长大？啊，如果不行的话，我们再考虑，看是不是要人工授粉。OK， 这是我们的菜园子，实验菜园子一的状态。OK， 哦，豇豆也不少。也应该要采收一下了。OK， 我们现在就来采收吧。这是冬瓜。OK， 这是我们的南瓜。到今天为止看起来，还是冬瓜居多，还没发现有母瓜。但是这个也是南瓜的特性吧，先有冬瓜才会有母瓜。OK， 继续观察喽。OK， 这是我们家的菜园子山的茄子啊，已经长大了。今天用网拉绳子的方式呢，稍微让它跟网子稍微固定一点，这样茄子才会把它长得比较笔直一点。接下来这是我们的秋葵，好久没介绍它，它在不知不觉呢，也开始长大了，接下来可能就会有开花的倾向。OK， 这是我们家的秋葵，还有辣椒，今天又采收了。这应该是第三年的辣椒，既然还挂满了果实，实在太厉害了。OK， 这是咱们家的秋葵，还有我们家的茄子，加油喽！